大家好，我们是宇宙人。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们的新专辑《一万小时》里的《一万小时》。啊，这首歌呢 ，MV 我们运用了非常多的重复曝光以及叠影的效果，想要为大家制造出很多一幕一幕的很美的画面，然后来叙述就是感情世界里的无私的奉献，以及可能就是因为分手后然后感受到了后悔。啊，一万小时这首歌，我们的编曲有非常多的电子的成分，有合成器，还有电子鼓，希望可以创造出一些空间感。让宇宙人独有的温柔能包围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宇宙人，一上网就听音乐，银河网络电台 ，I Want Radio。